Xia Dynasty was the formation period of the Chinese costume system.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core concep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costumes was gradually formed, which was gradually improved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时期，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工艺技术和工艺品的表现形式都有了蓬勃发展。那作为人体和世界交流的语言之一，我们的服装是如何开始注入阶级语言的呢？今天带你走进文化服饰的开场。夏朝服装，Hello，我是李云，一个独立服装设计师，独立设计三年，做过甜酷辣妹，也做过英伦休闲。今天我们话接上回，回到夏朝时期，感受服装与文化表达的关系，看看服装是如何作为语言符号在人们的生活中慢慢演变的。 今天我们来看看夏朝服饰特色以及如何联系现代设计。我们还是专注于服装材料、工艺、装饰，那个时代服装的整体特征以及它们传递的精神内核，最后再去思考如何实现现代演绎。夏朝是我国第一个世袭制的朝代，是奴隶制社会形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礼器，于是服装也开始注入了礼的内涵。 那段时间出现了贯服制度，是中国最早的服饰制度，有了平民服饰和贵族服饰的区别。当时最主要的服装材质有棉麻、丝毛，其中贵族就多用棉绣的丝织物细葛细麻来制作服装，而平民的服装则多以粗葛粗麻为原料，甚至还有以干黄的植物茎叶蔽体的选择。 因为皮革技术当时还是停留在史前的处理水平，因此夏朝就减少了皮革服饰的穿着频率。直到商朝，比干发明了熟皮制裘，皮革才重新被大家广泛接受。说起丝绸，其实黄帝时期就已经发明了养蚕缫丝，缫丝就是将多个蚕茧抽出单丝，绕成丝线的过程，是由黄帝之妻雷祖发明的。 那到了夏朝的时候，丝织品已经开始普及，由此中国成为了最早的生产丝织物的国家。像个绕口令。那也因为丝线的这个来源，它蚕的一生呢比较神奇，需要经历从幼虫阶段吐丝、节茧形成蚕蛹，最后破茧成蝶的过程。这个过程呢，使古人联想到了得道升仙和羽化升仙的意境。 由此，当时的丝织品很多是用于养生送死、侍鬼神、侍上帝的大事件上。那在染色工艺方面呢？古代的染料也经历了从矿物质到植物的转变。原始社会是用赤铁矿粉去染色，然后夏朝开始了用朱砂进行布料染色的工艺，周代开始了有了植物的染色，像茜草根部含有茜素，以明矾为染媒剂，就可以染出好看的红色。 染色的发展呢，也带动了装饰物的发展变化。夏朝开始，人们开始在口唇会涂抹红色的颜料，这就是最早的口红。然后，当时的人们也开始会面、佩戴项饰，项链的风行就是由夏朝开始的，并且早在夏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手镯，还有臂环等装饰。那2022年我们大火的臂环，其实早在夏朝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夏朝服装整体呈上衣下长，束宽腰带的形制，其中平民服饰主要是上衣的右衽交领窄袖，它要便于劳作；而夏长它的前摆是过膝的，后举也就是后片，它到足部，然后里面会穿一条长裤，稍微露一点点平底的鞋子，就是我们常说的前短后长。而贵族的服饰与平民就不同，他们就多为宽衣文化，整体较为宽松，因为当时的生产率 水平也比较低，劳作的需求比较少，它更注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贵族的上半身多以小袍来取代上衣，小袍就是比平民的上衣会更加的长，长至膝盖，然后袖子会更加的宽松，在形制上同样也会佩戴 宽腰带和穿着宽裤。那说起服装的颜色的话，夏朝呢，占木德而成天下。当时的服装多为玄衣黄裳，上衣为天，天色未明时为玄色，因此上衣就多为玄色，也就是黑色、深色。夏长为地，土地为黄色，那夏长也就多为黄色。 上衣一般有纹饰，腰带也有花纹，其中纹路多呈雷纹、回字纹、饕餮纹等，并且当时已经有了专门为了祭祀而设计的衣服，这也是职业服装的开端。
那冕服呢也是多为右衽交领的，颜色会有所不同，一般为上黑下红，然后在原始面料上绣上十二章纹，表现下人对天地乾坤的敬畏之心。十二章纹的具体内容之后会给大家再做详细的介绍，它的大致内容就是取一些自然之物以表示它的寓意。它是皇帝或者高级官员礼服上才会绘绣的十二种纹饰，是当时帝制时代服装等级的一个标志。由此也可以见，夏朝服饰已经开始注入了等级制度的内涵，因贫富差距和社会阶级不同而分化。当时是完全可以凭借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来区分一个人的等级尊卑，同时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帝王祭服和冕服为中心的服饰制度。服饰含有礼的内涵呢，从夏朝出现到周朝固定下来，在整个东方服装史中有它自己的一个传承方法。那夏朝服饰有哪些元素是保留到现代服装上的呢？像我们上衣右衽交领窄袖的形制，在现代旗袍上依旧可以见，且旗袍也多为右衽开领的方式。又比如贵族上袍下长的搭配方式，与现代上裙下裤的搭配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是2024年辟廉大火，可以预见今年夏天会看到更多裙子和裤子搭配的穿着。而棉麻、丝毛等天然原材料服装至今广泛流行且深受喜爱。2024年新中式爆火，天然材料的服装又一次大规模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无疑是中华文化又一次的觉醒。在每一个时代，我们中华儿女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和尊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民族服饰的故事。那随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发展，服装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呢？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商代服装风格的讲解吧。